一共有375个公用电话亭，大部分都是超过15年以上育龄的电话亭。台北电话局从上个月28号开始，预定在农历新年以前以60个工作天更换台北市的300个公用电话亭。这种新式的公用电话亭是铝制的，不但式样美观，而且在通风和光线方面都适合了现代都市的标准。台北电话局准备把更换下的电话亭当中的67座加以整修，然后送到南部作为扩充公用电话亭之用。